我是刚刚那头的那109年9月，哇你的好多了。9月30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，8:11出发，这是开往淡水的高雄线，刚刚的时间没错。今天几路往淡水，很早空了位，空了车厢。嗯，淡水的高雄线刚刚时间没错，主要是3035。西三零型高音量线刚刚的时间，说的是3035、3034，编组开往淡水的高音量系统刚刚的时间，说在核站这边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就那样，拜拜。